女朋友喜欢你的程度，会体现在吻你的频率上。研究发现，女生和喜欢的人接吻会上瘾，越亲越爱，越爱越亲。如果她和你接吻次数少了，或者你亲她的时候她躲开了，那可能是她对你的感觉变了。你不爱我了，你变了，你现在都不主动亲我了。哪有女孩子主动的嘛？那行啊，我主动呗，来。你就是不爱我了，我亲你你还躲。你刚刚吃的大蒜好臭啊！如果你爱我，你不会在意这些细节。你不亲是吧？我亲。我就是小哪吒，女朋友安琪拉。当我故意要和你有分的很清楚。好吃吗？嗯，要不要吃点？我不吃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转我一半就行了啊。什么转你一半？真的转你一半？对啊，这个我花了25块钱，你转我15就行。你后面太有感觉不给啊？别，哎哎，想干嘛？你吃进去了，你还想吐出来？好恶心啊！这样可以少赚一点吗？我还要付尾款。不行。谁让你两件不算这么清楚？你为啥转我这么多啊？说好的 AA 呀、啊，我转你回去。我又不是你啊，就让我听试试。哦，那行吧。屎你不要吃了不起，你会不会太离谱了？转我的钱我为啥不要呢？就喜欢这种瞪又干不掉我的眼神。罗啊，你又在干嘛？你翻自己旧手机干嘛呀？要你管，这些都是我的。还差钱呢？差点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，我给你啊。我操！真的？说吧，借多少？什么？借给我，不然呢？白给你啊！行吧，从彩礼里面扣、哦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彩礼早就扣没了，还扣？真的呀、啊？不然呢？这么快？那我跟我妈说一下。这个你也跟你妈说，说啥呀？加彩礼啊！